瓦尔登湖五寂寞二，作者梭罗徐迟意。我的最愉快的若干时光在于春秋两季的长时间暴风雨当中，这弄得我上午下午都被禁闭在室内，只有不停止的大雨和咆哮安慰着我。我从微明的早起就进入了漫长的黄昏，其间有许多思想扎下了根，并发展了他们自己。在那种来自东北的倾盆大雨中，村中那些房屋都受到了考验，女佣人都已经拎了水桶和拖把在大门口阻止洪水侵入。我坐在我小屋子的门后，只有这一道门，却很欣赏它给予我的保护。在一次雷阵雨中，曾有一道闪电击中湖对岸的一株苍松，从上到下划出一个一英寸或者不止一英寸深，四五英寸宽，很明显的螺旋形的深槽，就好像你在一根手杖上刻的槽一样。那天我又经过了它，一抬头看到这样一个痕迹，真是惊叹不已。那是八年以前一个可怕的不可抗拒的雷霆留下的痕迹，现在却比以前更为清晰。人们常常对我说，我想你在那儿住着一定很寂寞，总是想要跟人们接近一下的吧，特别在下雨下雪的日子和夜晚。我喉咙痒痒的，只想这样回答，我们居住的整个地球在宇宙之中不过是一个小点，那边一颗星星，我们的天文仪器还无法测量出它有多大的呢。你想想，它上面的两个距离最远的居民又能有多远的距离呢？我怎会觉得寂寞呢？我们的地球难道不在银河之中？在我看来，你提出的似乎是最不重要的问题。怎样一种空间才能把人和人群隔开，而使人感到寂寞呢？我已经发现了，无论两条腿怎样努力，也不能使两颗心灵更接近。我们最愿意和谁紧邻而居呢？人并不是都喜欢车站了、邮局了、酒吧间了、会场了、学校了、杂货店了、烽火山了、五点区了。虽然在那里人们常常相聚，人们倒是更愿意接近了生命的不竭之源泉的大自然。在我们的经验中，我们时常感到有这么个需要，好像水边的垂柳一定向了有水的方向伸展它的根。人的性格不同，所以需要也很不相同。可是一个聪明人必须在不竭之源泉的大自然那里挖掘它的地窖。有一个晚上，在走向瓦尔登湖的路上，我赶上一个市民同胞，他已经积蓄了所谓的一笔很可观的产业，虽然我从没有好好的看到过他。那晚上他赶着一对牛上市场去，他问我，我是怎么想出来的，宁肯抛弃这么多人生的乐趣。我回答说，我确信我很喜欢我这样的生活，我不是开玩笑。便这样我回家上床睡了，让他在黑夜泥泞之中走路走到布莱顿去，或者说走到光亮城里去，大概要到天亮的时候才能走到那里。对一个死者来说，任何觉醒的或者复活的景象都使一切时间与地点变得无足轻重，可能发生这种情形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对我们的感官是有不可言喻的欢乐的。可是我们大部分人只让外表上的很短暂的事情成为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事实上这些是使我们分心的原因。最接近万物的乃是创造一切的一股力量，其次靠近我们的宇宙法则在不停地发生作用，再其次靠近我们的不是我们雇佣的匠人，虽然我们欢喜和他们谈谈说说，而是那个大匠，我们自己就是他创造的作品。神鬼之为德，其圣哉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悟而不可疑。
使天下之人斋明圣福，以成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我们是一个实验的材料，但我对这个实验很感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我们不能够有一会儿离开我们的充满了是非的社会，只让我们自己的思想来鼓舞我们？孔子说得好，德不孤，必有邻。有了思想，我们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欢喜若狂。只要我们的心灵有意识的努力，我们就可以高高的超乎任何行为及其后果之上。一切好事坏事就像奔流一样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并不是完全都给纠缠在大自然之内的。我可以是急流中一片浮木，也可以是从空中望着尘寰的因陀罗，看戏很可能感动了我。而另一方面，和我生命更加攸关的事件却可能不感动我。不论我有如何强烈的经验，我总能意识到我的一部分在从旁批评我，好像它不是我的一部分，只是一个旁观者，并不分担我的经验，而是注意到它。正如它并不是你，它也不能是我。等到人生的戏演完，很可能使出悲剧，观众就自己走了。关于这二重人格，这自然是虚构的，只是想象力的创造。但这时，这双重人格很容易使别人难于和我们做邻居、交朋友了。